다음 출전 선수입니다. 대한민국의 接下来就是要看到第三队的韩国选手金奎恩以及 Alexa Kim Chung Kim 女选手17岁，男选手21岁，这对组合在短距的部分是拿下 41.06分，排在第15，在这个赛季当中参加了 Autumn Classic 拿下第5，另外在韩国的全国大赛是排名第3名。这两对年轻的组合也是今年首度来挑战四大洲锦标赛，马上来欣赏他们今天的长曲表现。2000的 twist， 3000 trumpet pot up。3000 circle 抛跳，fly camel，2000 circle 跳躍，雙人的步伐。2000 loop 抛跳，微的撑举。前进内刃 Death Spiral， 撑举，接触旋转，
这对韩国的选手呢，他们的动作的技术难度呢，比较简单一点哦。他们第一个跳要跳出了两圈的 twist， 以及呢，他们在做呢组合跳要的时候呢，他们做出了三圈的 toe loop。不过呢，这三圈的 toe loop 呢，女选手呢她跌倒了，这样在总分会被扣掉一分。以及呢，他们在做呢三圈的 circle 抛跳的时候呢，他们落地有点晃哦，这样子在 GOE 也会呢给予一些些负分啊。那在做旋转的时候呢，也不是很同步哦。那他们的抛跳呢，他们跳了一个呢两圈的 loop 抛跳，那在做呢最后的接触旋转。还不错哦，接触旋转还不错，以及那三个 lift 也都还不错。哇，这对组合也是非常不简单。看到女选手的膝盖上还有这个护膝，可能是有受伤的状况。我也算是完成了今天长距的表现，虽然是有出现一些失误。这是他们的两圈的 twist， 这就是他们呢失误的一个地方哦。女孩子落冰的时候呢，没有呢站稳，就是他们在做三圈的 circle 抛跳，不过落地的时候有点晃动了，这样子会被 GOE 负分的评价。原本呢是要抛三圈的 loop， 不过呢他们只能抛出两圈的 loop 跳跃。这些撑举呢他们都没有问题哦。男子选手呢都把他们的手臂伸得非常直，这个是他们的 death spiral， 他们做得非常的低哦。这个撑举也是没有问题的。组合在这个赛季的前半段还是参加一些青少年组的比赛，到2017年之后就来挑战成组的赛事，包括第一次来参加四大洲锦标赛。马上就来看看他们今天在长距所拿下的分数，技术分38.7，让分40.14，被扣掉一分之后，在长距的部分是来到77.85分。比较可惜并没有刷新自己的最佳成绩，长距的部分在三圈选手当中是排名第三，而总分则是来到118.91分，同样是暂时排在第三名成绩。